来，先转。人有羊哎哦，你要是有羊哎哦，你要是美的要去想哦，看镜头，哎，看镜头，跟着我走来，来，跟着我走，哎，我们来到这边。亲近这个天空景观步道，新开放的天空步道。哎，但是来了以后，刚好下一阵雨，现在鸟朦胧，雨朦胧，烟雨蒙蒙，很好很好。哎，哦，有太阳了，有太阳，太阳出来了哈。哦，一片白蒙蒙的，烟雨朦胧了。我懂，这云雾缭绕。哎呦，老天不作美，我懂都看小看屁都看不到。哎，看什么小屁都看不到，就看美女啊，还看小屁耶？哎，看美女，看什么花哥都看不到。哎，快叫哦！好了，不用那么长了啦。什么不要那么长哦？长长久久啊，什么不要那么长？来，往那边走了，跟着我走。好，跟着走。来，小美女。来，在我后面来，哎呦，到时候在 YouTube 就会看得到哦。来，啊，四妹一起来。喂，你在闪什么？东闪西闪啊？哎，快走过来一点啊！看自己的镜头。你怎么小小的呀？不要随便去看别人。对啊，不要去看别人的老婆。没有，不是老是看着别人的老公了。没有，那有人专门看一个大腿的。也没有看大腿啊。对啊，后面大腿啊，后面大。看大腿，那就把他裙子长一点盖着。啊，有太阳眼睛也挂着。云雾缭绕啊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心情真奇怪。有这只自拍神器哈，哎，很好用。现在好棒哦，出太阳喽！啊，这个步道说要一个小时来走啊。下雨过天晴，最好看得到了。古董，你的风景看得到哦？当然看得到，我的风景很美丽哦。在录影中啊。哎。回来，看回来。这个历史镜头啊，历史一刻。啊，我们再讲，这个是在亲近农场旁边的天空步道。天空景观步道。民国106年5月27号才正式开放的。哎，你背得很清楚哦，有做功课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开放到现在，我们现在来参观。今天是106年6月13号，星期二的下午，啊，我们到我们这边来朝圣啊，来一睹它的风采，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啊！哎，我们一下游览车的时候发现下雨，哎，哇，很伤心。哦，结果下了一阵雨，天气又变好了。哎，开始雨过天晴，拨云见日。来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就过来，就过来！跟上，跟上！前面在录影，我们后面要跟上。啊，跟古董出名，出门就是这么好。屁股往那边，屁股往那边，我要照那边的，来，来，那边，往那边，那边背景。哎，你看到背景的后面的步道，好长好长的哦，你看到没？很吓人哦，要来哦，没有来的会后悔哦。吓人，很吓人，吓人的吓人，很吓人哦，很吸引人啊。龙虾的虾，我现在进入眼帘了，所看到的就是
新景点，啊，亲近龙掌的天空景观步道，啊，来这边一睹它的风采。跟上，跟上，在录影了，我们也在录。哦，你们也在录啊？哇，来，屁股往那边。好，屁股往那边。哎，转过来。屁股往那边。哎，来，后面两个美女，赶快跟上来。哦，少了你们两个就没什么人生。要你们两个，我们少了你们了，我们的人生失去了光彩。对，要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男人才有人生，才有光彩，才会活下去。没有这么严重啦，怎么才会活下去了？没有你们两个，活不了。天底下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啊，天底下，嗯，啊，天底下，我马子太阳眼镜会戴出来，害我没有戴到。啊，你戴这么帅干嘛？没想到。你还有另外勾人了，勾引人了。没想到还会好天气。啊，那很多母苍蝇要关窗。嗯，啊，对，现在所讲的话都在录影中呢。天空步道啊，对啊，要入镜头来啊，到黄明星的部落，黄明星的那个，那个群组就可以看得到。啊，现在录影了。对，在黄明星的群组就可以看到那个明星游哦。然后我们讲的话哈，他都录得到，都录到里面了。对啊，那我不随便讲，那里面现在已经上网下去了，现在已经在直播了，里面不能做坏事哦。现在你所讲的话啊，都是纯正中哦。现在是录影中了哈，这是现场直播哦。好了，告一段落了。